电梯很酷，那再往里面开，我先进去吗？还是这样？你这个好像那个、哦、那个地铁从一站到一站，然后那个人跑步的。然后我们刚刚也逐渐靠近我们，是救护车啦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在桥上路过，看到了很多街头艺人，手非常的痒。对，手非常痒。那个乐手魂的那个被点燃了。对，没错。早上有点灰心，早上下大雨。对，我们一直以为那个这个时节，那个罗马是不太可能会下雨的，结果实际上下的雨比我们想的还大很多。口袋跟你的背包换一下，你说放在行李箱上，你说这个吗？对啊，可是放不太下吧？你拿这个，你这样你应该拿不了，你拿起。走上面好了。